来吧。我在射雕，我剽窃我们呢？雕在哪里啊？雕在天上啊！还可以做什么？这就乱了。最后一个很危险，就是每次都毁在最后一个。哦，阿凡达，恭喜你们，不算阿凡达，不算，这个得利于我们的提示，来吧，还有一道题，好来吧，儿子，这个难大发了，得盯十个阿凡达。到你的准错，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没烧分，六个字，六个字没了，我上哪儿猜去？六个字电影，六个字电影，你，我错了，行不行？没有。不行，这是惩罚我。孙老师，你来给我看。我相信你，六个字好。两个字，两个人开车。二人，机器人，变形金刚，超级变形金刚，六个字。正好六个，我们认输，没做出来。行了，我们认输了。铁胆火车侠，机器人总动员。哎，两个主角跟我变形金刚很接近哦。拉倒吧，你快啊！咱们要点脸。来，我宣布，在这一轮比赛中，你们获胜。谢谢。手势。